哇，你这么多人啊！如果是力量对力量的话，其实是没有办法做。哦，太好了哇！你好啊，你赢哦！如果是力量对力量的话，力量大的人永远是赢的。Timing 对 timing，timing versus timing。如果是时机对上时机的话 ，people win always。掌握对的时机的人永远会赢。But I do。但合气道的话 ，not fighting，not fighting，not no game。他没有互相竞赛。Hard 吗 ？Not any。Power versus power， timing versus timing， no， speed versus speed， no。合气道并不是力量对力量，时机对时机，或者是速度对速度。Okay. Yes, I am. But so. 所以你对你的伙伴，他并不是你的敌人。他是哪里？我。他是你的伙伴。我你。Okay. And so, I'm here. 像老师现在身体是站在那边。Here, but my mind.他的心思其实已经是进去的，所以就是说，老师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身体其实是在那边，但你的心思已经是跑进你的位置。你 is very power, very I have power. It's two years. Okay. It's a same position. 所以就走到跟你的伙伴一样的位置。那你就可以跟他一起，做这样子。我跟他有点 position， so， 你 position， 是老师的位置，他们是可以一起做，技法，即使是一起打都没有关系。Same， 就是两个人是一起的。Same， OK， and so， and me， OK。所以你就可以这样连着走在一起，连在一起。如果是不好的人的话，他就可以这样子。但是我们是很需要的朋友，所以就这样连着。哦，就这样一起连着。No. Okay. Then we. 所以保持。在一起。